OK，陆续有越来越多人进来了。卡户游戏啊，除了比你的那个知识量，还要比你的手速，所以大家可以先暖身一下。柴犬，OK。今天与会有两个动物，有柴犬跟袋鼠。如果有在操作上的问题，也可以问一下旁边的伙伴，或是举手，我们工作人员会下去。加油！应该还有人还没进来吗？还有还没进来的伙伴吗？我们再等30秒。好，还有没有人非常想玩，但是就是还没有登进去？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准备开始喽。好的，哎呦，好 ，Peace 加入了。好的，那我们活动要开始，我要按下去喽。哦，好，欢迎土狗。好的，等一下前面都只是选择题，它不会，不是不会计分的。来，第一题就是票选活动，然后它是可以复选。这题想要问一下，今天与会者大家背景是什么？有工程师、学生、PM， 然后 NPO、NGO 工作者、公部门工作者，还会是其他？这个可以复选，然后复选完记得按提交。公布答案，哦，竟然是工程师特别多。好，然后再来是学生，这跟我们那个10年来调查的背景差不多。然后如果想要看细的调查，影响力手册跟外面的外墙都有。好的，那我们来下一题。一样是票选题，第一，这就是比较尴尬问题，请问你几岁？大家可以选择你的心智年龄，或是你妄想的年龄。OK。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很诚实。但有一个人说他还在妈妈肚子里面，今天该不会真的有人带着怀孕的宝宝来？还是他只是骗人？好的，然后我们来下一个，这题就是想问大家从哪里来，然后你可以移动手机上面的图标，如果你是从外国国外来的伙伴，你就标在海上。倒数5秒。哦，OK，看起来北部有从高雄来，也有2位从国外来，也有从台中，但多数还是集中在台北。好，来我们下一题，下一题一样是票选活动，然后是复选的。你今天想要来这个活动做什么呢？是想要来提案，还是想要来跳坑找提案做？然后，或是你想要来认识巨灵 B， 还是你是非常想听论坛，你在等待下午的到来？还是你来想要来见见这10年来的老朋友？还是单纯想要一起庆生？这题一样可以复选哦。OK， 哦，最多是想来一起庆生，然后再来是想来认识 G 零 V， 然后哦，所以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的新参者，然后想更认识 G 零 V 的话，你可以就是多找一些人聊一聊，然后我们外面也有那个就是白板墙，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更认识我们。好的，再来一样是票选题，然后是复选的，
下列的哪一些是你心中的 G0V 黑客图鉴？第一是边吃披萨边用电脑，然后再来是喜欢自称没有人，再来出没在各种社会议题中，然后昼伏夜出，还是一言不合就开喝？最后一个是独立但不失共好，自由但不失平等的一群人。倒数三秒。OK， 是喜欢自称没有人跟独立但不失共好，自由但不失平等最多人。好，然后呢，今天真的有披萨，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总共有17盘披萨，等一下中午可以吃。好，再来开始就是测验题喽，大家要开始拼手速。下列哪一些专案会在今天提案？一是九合一选举之政见收集平台，再来是智慧健检平台、全民办教育、重建网络互信，然后 Join 八跟 Dow Zero， 这个是可以复选的哦。好的 ，OK， 好，答案就是这六个都会在今天提案，然后还有一些专案比较晚放上来，但如果你想再交更多专案，都可以到今天的共笔上面去看。好的，那我们再来下一个，我们看一下，现在最高分是 One Cat、Ronnie 跟 Aloha。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他们还会在前三。这个是一个打字题。就是不要问为什么噔噔噔噔么一只做这个，先承认就是么一只。请问么一只代表什么？大家答对才会得分哦。上面其实有一点小提示，大家如果眼力够好，可以偷看到。好。答案是没有人哦、OK 32个人答对，好的，那很棒。来，我们来看一下 OK 屹立不摇前三位，但 YC 爬上来了。 YC 好， YC 加油。然后下列何者并非 G0V 宣言中的句子，刚刚有两度出现，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眼力要好一点，仔细看字会发现一些 bug。 答对 OK， 有多少？我想想看一下哦。 OK， 只有六个人答对，答案是我们来自八方，其实我们只是写我们来自四方 OK， 就这么简单而已。好，这是一个送分题。好，再来看一下 OK， 被甩下去。好，恭喜 CH 哲伟爬上来了。好，哦 Nova 刚连答了三题。好，再来就是排列解谜，请依最低最早开始的黑客松一路排到最晚的这一次，然后它其实上面有非常多的提示，所以大家应该不会太难。是啊，不能练出来，练出来拉出来。剩下十秒，还有没有人要打一下呢？没有的话，我们就等待五秒结束这一题。好的，答案要揭晓了。OK， 有31位答对，好，没错，其实后面都已经有数字提示了，这样。然后今天是第52次，但是其实这是我们实际的第53次，因为我们第一次是第0次。好，然后。OK，Ronnie 又回来了。Ronnie 已经有一本贴纸簿了。他
好，最后一题测验哦，大家可以偷着。十月二十是 Julin V 的生日，那为什么是十月二十？是因为这是 Julin V 网域注册那一天，还是因为二的十次方，还是因为那一天正式取名 Julin V 临时政府，还是因为那一天是城市设计师节？这题非常困难。我觉得答对的人很不容易。好，答案揭晓。OK， 因为是二的十次方，没错。我们可以请发起的两位伙伴为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是二的十次方这个答案吗？可以按那个麦克风。不是我们注册。好，麦。二的十次方是一零二四。为什么？OK， 谢谢 C 老高。然后我那天查也发现，他那天真的是城市设计师节。好，对，那为什么不是网域注册那一天？是那天。是那天。OK， 好，是我们自己搞错了。好，那没关系。就拍谁 ？OK， 那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这九位幸运的人。好 ，OK， 第三名是 Aloha， 再来是 CH， 第一名是 YC。OK， 好，因为我们刚刚题目有错，所以也恭喜这几位幸运得主，可以帮我们举个手吗 ？CH、YC 跟 Aloha。OK。你是 YC 吗？那 Aloha 是谁 ？OK， 是我们自己的职工。好好好 ，OK， 恭喜你们。然后等一下可以到报道处，跟他说你是卡布得奖主，然后你就可以拿一本那个贴纸簿。好的，那希望这个活动有让大家更认识今天与会者背景，跟更认识 Julin V。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会交给哲伟，然后会带大家开始做提案。好的，那这边好。好，谢谢Tiff的卡库的活动。那接下来就是进到三分钟提案的时间。那这边我很快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提案规则，就是我们上台有三分钟的时间，你可以跟大家说明你的简报或者是共笔。那在这第一位。简报者在简报的过程中，请下一位哦，就下一位的讲者也先到我左手边这边，stand by 一下，准备一下。那我们第一位先请 RS， 他要提的主题。